大家好，各位介绍前面这张商品。那因为各位介绍的车型呢是大 BR，BWSR。为各位介绍的是这个碳纤维的这个真空高压款的一个这个下巴。哦，这是针对 BWSR 的下巴来做一个设计哦，制造的100%完全这个开 CNC 模制造。那这个呢是不是一般的包覆或是一般什么这个纤维包覆的，而是真正100%碳纤维哦这个高压制作的一个款式。那我们来看一下哦，它非常薄，非常的轻，那直接针对于这个 BWS 的下巴的这个形状直接做一个模具开模哦，直接把这个100%的碳纤维背后有背胶撕掉，直接贴上去就可以了，哦，非常简单。那整体上的一个搭配，哦，会非常好看。那像这位这个同学呢，他有安装了这个碳纤维的一个热压的一个前凸足，哦，这是100%热压前凸足，再加上这个灯眉那个部分，哦，然后呢？这样看起来会更有一体感。那当然这个同学下一次那个还要继续把上半部的地方完成做一个碳纤维，让整个车底看起来这中间的纹路会完全一模一样哦，包含在这个整体的视觉上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哦，非常好看。那100%这个真空高压款的一个款式呢，它不会起泡，也不会爆硅，哦，也不会像一般用手工去包覆的，哦，太阳晒久的会有比较容易爆硅的一个疑虑。那模具当然开模制作的呢，在各方面的一个角度呢，都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水准。那我们仔细把镜头拉近看一下，哦，这个收折啊，各方面的完整度都非常好。喜欢朋友们可以参考或到麦克仓库集合精品来做一个选购，谢谢大家。